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。私聊老师，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十二宫中的夫妻宫代表的是夫妻关系，若是一个人的夫妻宫长得不好，自然代表着这个人的感情生活不如意。这种女性在生活中容易胡乱搞，总是在外面勾三搭四，不考虑丈夫的感受。在结婚后，这种人经常和自己的伴侣产生争吵，并且十分看重利益，总是受利益的驱使。若是自己的丈夫不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，便会慢慢对丈夫冷淡。这种女人的婚姻生活不稳定，可能会出现二婚、三婚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,66723319。